祖国统一，祖国统一，祖国统一，根除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共识反对台独，升旗典礼开始，主席就位，唱国歌那个帽子请脱下，脱帽子，升旗典礼开始。同志，大家好！今天是九二共识三十多年，我们大家来纪念两岸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，就是九二共识，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国家分裂，一个中国。我们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两岸统一，发展经济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在国际上过着有尊严的日子。大家来参加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活动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要过着有尊严，我们就要两岸统一。大家看到大陆的发展非常的神速，所以一定要支持九二共识，两岸统一，统一以后照样保持私人财产，而且可以得到两岸统一的。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有目共睹抓贪污搞经济。我们台湾有在做这些活动吗？我们台湾只是拿钱送给外国人，然后外国人煽动我们背叛祖先，这样好吗？所以今天谢谢各位来参加活动，谢谢各位。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来喊口号，三十多年纪念活动，喊口号：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祖国统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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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共产党万万岁！谢谢大家，李成。